今日请坐。大家好，咱时间足有限，所以吼抢时间吼。大家看看这个图，咱要了解台湾的政治，吼，了解这个中华民国国民党安那来控制台湾，看这个图足清楚。这图上来看，就是蒋介石伊个权贵，吼，蒋介石伊个权贵，伊这个吼。这里就是核心呢，蒋家及其权贵是他的最核心的人，然后青帮红门在身边。前天晚上你若注意五十四台王峰在节目顶的讲啥，讲孙中山就是红门的，他参加红门的致公堂、致公堂，吼、哦。然后呢，按照道理是青帮跟红门是无合伙的，吼、哦，是对敌的。但是因为孙中山革命内底啊，需要青帮的帮忙。伊嘛讲起啥呢？王峰讲的哦，迄毋是我讲的。伊讲哦，实际上孙中山革命的成功，毋是得到青帮的帮忙，是得到哥老会的帮忙。哥老会是中国的西南边，哦哦，那像迄新疆啦，吼、哦，哦甘肃啦，吼、哦、啊青海啦，哦四川啦，云南、贵州，甚至甲迄、那个。梁江西七口呀，哥老会个到上岸个是唔是青帮？但是吼、哦，以后先啊青帮夹入来，因为伊伫个革命成功以后啊，伊面对这个二次革命，就是迄个袁世凯称帝以后军阀割据吼，啊，伊为二次革命的时候，需要啥？需要一个捌军事的，啊，甲有钱的。啊，迄个人就是蒋介石。啊，蒋介石钱对倒来，对青帮的迄个杜月笙、杜月笙，各位若有机会去看《杜月笙传》甲《黄英白传》吼，迄内底写足清楚吼。因为青帮的时吼，青帮啊，杜月笙伫上海卖啥物？本来是卖水果的，卖水果的，但是伊啊，感觉讲，呜，发现讲来卖鸦片的鸦片啦，甲卖毒啊、贩毒啊，是上趁钱的，所以伊就是不贩毒的工作。表面上我店面是咧卖水果，但是我后边就是咧贩毒，啊，足济钱的，啊，都蒋介石啊，伫日本当阿先啊，做路嘛无头路，入过会，所以啊，就去台西这个青帮的迄个老大的，唔知啥物原因，内底吼台西这个姓黄的，我好似黄金公司列叫啊，黄金什么，伊加钱去甲拍死，哦，做欺骗呢，吼、哦，啊人住伫迄个上海烟花馆，哦，足济查某。对啊，啊，然后伊也做股票，啊，用迄个杜月笙的钱来压，啊，然后伊个是伫日本大概士官下靠，捌一撮啊，这个咱的军事知识，啊，所以啊，有钱，佮捌一寡迄个军事的物件吼，所以啊，就蒋介石就甲重用，甲重用，啊，重用的时阵啊，就去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对迄个所在，伊开始掌握军权。实际上，孙中山并无要互伊继承伊的。伊个即个头衔，也是讲继续领导即二次革命，应该是吴汉民为主，吼、哦，吴汉民甲汪精卫遮人。啊，但因为伊有军事力量嘛，伊黄埔军校一直训练。当伊去做黄埔军校校长的时阵啊，伊甲大量的即个青帮的人拢纳入即个咱的纳入即个黄埔军校的内底。吼、哦，后来因为国共合作的时呐，第一遍的国共合作。孙中山主张讲，江山买当入来，哦，咁只变成讲最后，伫民国十六年，先伊啊开始清党，哦，江山党嘅迄个势力，哦，无遐尼啊大，啊，一摆参加这个，二次革命嘅时啊，国共合作嘛，因为包罗廷，苏联嘅包罗廷，孙中山军演，爱先条件就是讲，爱参迄个江山党嘅人拢囥入来底，啊，所以伫迄个所在。蒋介石吼，渐渐就大买起来，啊，所以你看，伊重点就是青帮。你看伫台湾这几年，这六十几年来，政坛不倒翁，拢是青帮或者是红门，吼、哦。台湾囡仔大部分拢加入去是红门者，因为红门是较公开，青帮是足秘密的。啊，不管你是青帮红门，你一旦入去要离开，你就是叛徒，啊，然后就家法伺候。经过国民党统治台湾，就是用个利用青帮红门，青帮红门外围，即个佫有一个啥？
我讲国民党甲救国团，啊，然后个竹联帮、四海帮、青帮、红门、马前卒都是竹联帮、吼、哦、德联帮、甲四海帮的，加或者外省挂些，吼、哦，啊，然后咧一空一空，过来甲，吼、哦，军队、政治、警察，大部分这样拢，政治、警察足济人哦，军队、警察就啥明的，我明明白白的，我是军队内底将官，政治单位内底主管，警察的主管。但是我有迄个青帮红门的身份，那无青帮红门的身份，你要身份，你要升官是困难。你若讲，哎、欸，台湾囡仔戆戆呢，哦，去考军校，哎、啊，军校直做，伊甲你思想科学考核，啊，伊甲你，互你做啊上校，就是流亡难民吼，诶，第二代若讲，第一代、第二代同款啦，要做个上校，你若无加入青帮，无加入帮派。你要升到少将是无可能的，而且吼，真侪人咱台湾人拢唔知，吼、哦、啊，过来看，吼、哦，你看我讲这明伫遮过来，都电联帮、四海帮、甲外围组织，足侪国民党外围组织拢伫遮，过来遮行政系统，教育界、司法界、行政系统，过来遮财团、地主、甲企业家，啊，过来就遮人民，这个图标是讲啥呢？我是一层一层地来内圈。个恩宠，啊！你遐人效忠，所以对遮人真恩宠的心，遮人是死命挺迄个蒋家，吼、哦！所以一方面，我予你恩宠，什么叫恩宠？特权予你，查某予你，钱予你，随在你要爱，啊！你若犯了罪，还是讲啥，拢无要甲你处分，唔只系选择性办案，啊！所以那内控的人又特权那大，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你是外口的人民，犯了罪，你若当找到内底青帮红门替你讲话，就变成有关系，啊，就是家己人啦、啊，哦，啊，就轻轻发落，轻轻啊发落啦，哦，啊，若拢无关系，那你就死路一条，哦，唔是干那有钱你就解决，哦，有钱通常你嘛爱找到门路，你若有钱，找到青帮的头，去甲法官讲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所以要安尼讲较具体，我讲一个呢。十几年前，我有一个乡亲，食安慰他命，还是伊食村内个庙房，啊，脏掉啊，判死刑。啊，拢找我，我唔是法官，我唔是法界人，我无多甲你斗三工。要嘛啊，你关系足好，你是毋是甲我找一个门路？我会当甲你找门路是法院。哦、我怎啊去找一个最高法院法官，我去请教。因为哇，这个人吼、哦，一个向下阶层的这贩毒，是一输是输啊咧卖，这是了咧做替死鬼。对这小有一个交代，虽然大盘拢无了，中盘无了，小盘无了，了到这个小盘以下的人，用这是罪不该死啊！哦，哎，妈妈要得咧，我讲安尼啦。咱吼透过正常的庭事来甲辩论、辩解，啊，伫法院发生的，所以我迄个另外一个，我讲迄个法官啊，就甲我讲安尼啦。你我来介绍一个真优秀的法律师，伫法院，吼，你台大法律系，伊嘛台大法律系，迄法官嘛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要去找伊时啊，电话拢是七零六零，我咪讲，伊讲诶，老兄，我是说咱村里的代志吼。啊，我两头，啊，伊隔壁砖头，啊，有剩的代志，我想要去甲你解决。我、哦、好来啊，来啊，我去，啊，在公家，啊，就讲无欠电话拢切零落去。爱心吼，爱心都介绍一个足优秀的法官，啊，我参迄、那个，从你爱关迄个判死刑迄、那个，因兄弟啊，同齐去找迄个律师，就这个顾寿珍去看。我讲吼，咱希望甲辩解。辩解讲卖判死刑，来判一个无期徒刑，吼、哦，因妈妈也看得到，或者是判一个有期徒刑拢好，安尼吼。啊，等下路头我就甲伊讲，这个结果，我嘛用根据这个结果甲伊讲。我讲吼，咱的能力是干请律师尔，但是一定要问咯，你要去找恁有当找到的人，看是要军方的，还是要政治系统的人，恁去送一寡钱去卖钱，吼、哦，送一几万元去。爱心给上一个大礼，
啊，大利呢，10万块就足大利啊，迄个阶段，吼、哦，还是二十万，还是三十万，吼、哦，先这个前金去，讲哎，这吼、哦、拜托你甲我吼，安尼讲几句啊好话安尼，啊，然后后日再讲，伊若讲开除讲啊，还无够，啊，这三十万无够用，吼、哦，无看要偌济，你讲最高的范围安尼，大概够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安尼？类似安尼的时阵啊，结果经过半年。判八当，你看死刑判八当，所以所有的法院的动作，拢是要有这人提好康的啦。咱去找律师，吼、哦，上优秀律师去辩，不是律师熬，是后边迄个门路咧熬，拍迄个关系起的心，吼、哦。我嘛，我爱问讲，你去找谁？那不是讲，那不是军方，就是整理系统的人，吼、哦。所以啊，各位绝对唔通，哦，其实这款的关系，这都是真重要。就讲，你要分析台湾的政治，台湾的一切，用这个图来看，就足理想。我这张图伫才十年前不止，十五年前的先咯，十五年前差不多。十五年前我是淡江大学演讲的时，用这张图出来演讲。讲两点钟，迄伫淡江台演讲，用这张图来看，讲是安尼财政的恶化。你看这个内底只人拢乌了无节奏，拢是要钱，一层一层送钱入去内底，一层一层给你温床，啊，你送钱表示效忠啊。所以我们才讲一个贪污集团，这个贪污集团的心伊袂破，因为司法嘛伊下啊，经理嘛伊下啊，检察官嘛拢伊下啊。你变来破，会知咱法务部长在你讲的法务大臣啊，法制法务大臣在讲吼，所有法官拢未用你，无一个法官是有啥，有脊椎啦。咱台湾人台湾囡仔入去做法官，无一个有脊椎，无一个有这啥，咱这个骨啦，这个两寸骨，拢软骨嘞。我去用国公诽谤，我写一本书讲，像某些人要不要给他打小报告？安尼甲告，告加重诽谤罪。高等法院法官，初时我足同情你，切我拢看看案头看尾，我足同情你的，但是我无甲你判罪，袂杀你。即款三法官，我了解你的状况，我相信你是无唔对的，但是我无甲你判罪是袂杀。所以你看这个体制就是安尼，你也对这个体制足了解，你来分析所有的动作，咱的台湾这所有的这个政治斗争的动作都足清楚。啊，什么看人是青帮，什么看行，你要去做一个了解。吴敦义是安尼不倒翁，吴敦义是不政坛的不倒翁，甚至可能来选这个选总统的吼。青帮暗门以外，要解就是人设，青帮的这个青帮的人，伊主题读册读得好诶，伫学术界咧。你教册，还是伫官场咧做工课，因结合起来叫人社。你台湾人免想要入去，因咧控制台湾学术界，控制台湾的官场，吼、哦、啊！所以啊，马英九起来用的拢是人设的人。你若是人社的人，你想要入去做迄个核心的迄个干部，无可能吼、哦。所以你也看讲，因的组织是足严密的吼。哦所以，咱若对这個看下清楚的时候，就知影讲，咱的政治运作嘛，差不多是安尼。吼、哦，我之前有讲第二届，都讲两届，一届讲吼，太子吼，这个喜爱崔台青啦吼，你认为恶骂恶骂上阵啦。第二遍是讲蒋介石命送草山嘛，命上草山阳明山吼。啊，人家干西会总统了。今日要讲第三讲的，就讲蒋介石自治成命了哈。啊，谢东明、李登辉先后担任副手。话说蒋经国，伊是1910年生的，吼、哦。啊，李登辉是1922年生的。啊，然后1947年是苏建新，蒋经国已经38岁。这段历史，我想讲，咱需要甲查清楚。伊迄当阵甲彭孟集什么关系？伊当阵
甲这里单语啥物关系？吼、哦，那讲起当阵，伊伫上海咧打老虎啦，吼、哦，吼、哦，拍老虎，爱心伊甲台湾有啥关系？伊冇来，伊冇来，吼、哦，伊冇来过台湾，吼、哦，啊，然后，迄、那个，甲1949年伊就40岁，伊就咱两往台湾回来算伊是40岁，吼、哦，流亡对台湾来伊40岁，然后就无偌久就变做这个。国民党的改组委员会的人吼，啊，甲1950年台湾经济发展起步的时阵，就是讲工业开始发展的起步的时阵，伊都51岁，正当是真成熟的时阵，吼，无偌久，无偌久，伊就担任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吼，甲部长，啊，然后伫1969年开始，伊做啥？68年、69年中间啊，甲72年中间啊。担任经建会主任委员，伫军方，正啊军方，上那是管政治诶，上早期是管政治诶，吼、哦，参与政治诶工作，吼、哦，伫40、50岁以前啊，才管政治工作，过来就入去国防部，军方，过来就入去经济，入去财经界做经建会主委，吼、哦，我足会记得讲，伊伫1972年诶年头，吼、哦，因为王作荣啊。在报纸，在中国时报写一篇文章，讲经合会啊，人模不张。哦，写人模不张，啊，然后就下令取消迄个王作荣的顾问的职务。王作荣拄伫泰国转来，伊是伫联合国迄个经济社会的迄个委员会内底担任顾问啊，吼，顾问。爱心伫泰国做工课，啊，回来的时阵啊，报纸写遮大篇，讲伊是一个经济专家，对经济发展有真特殊的看法，所以才去担任这个联合国的顾问安尼。啊，即回来的时阵吼，有心要来做代志，有可能要来做内阁，哇，报纸甲写遮大篇。啊，咱知影讲王作荣是属于啥物派？王作荣伊本身就是单星派。我顶下讲，吼、哦，刘真、王作荣。徐建兴哦，拢是单星派，单星的吼、哦。啊，伊安尼吼，报道一个下落先吼，吼、哦，实在是无迄个能力，因为单星的死去啊，伊拢无能力啊，无可能阁爬起来。但是吼、哦，对蒋经国来讲是如芒刺在背。蒋经国一路吼，安尼斗争足济人诶。伫1969年、68年、69年诶时啊，首先斗争啥物？我顶下讲起，首先斗争。宫廷派，宫廷派就是宋美龄迄派，吼、哦，1969、1968年的时阵啊，迄、那个香蕉案啊，真明显，伊就是吼、哦，要甲迄个中央银行总裁孙立先，啊，甲另外迄个外贸审议委员会迄、那个主任委员，又搁袂记你名，我搁袂点解讲起，吼、哦，迄种宫廷派，迄种宋美龄的人，啊，比较扭乱。所以透过迄个香蕉的迄个香蕉案，迄、那个金饭碗的迄个案吼，甲这人揪来，啊揪来的时吼，就开始布置伊太子牌的实力哦。所以王作荣这个阶段，我都对你已经摸摸啊，你阁写一个文章，第一报纸点讲，我主持的这个经合会啊，人模不张，这怎么可以？马上下令叫伊，哦，叫迄、那个。就迄个单位就取消顾问室啦，顾问室啊，啊伊顾问就无头路啊。啊，然后伊袂讲主动去取消嘛，伊是叫王作荣辞职啊。啊，所以王作荣就写一个辞呈，啊，报纸来讲王作荣辞呈，辞职这个顾问这个职务不干。啊，我这个王记那里在，我阵王记那只六岁，廿六七岁，多只啦，虚岁廿七岁，爱心啊。我伫行政院上班，欸，早上看到这个报纸，看到这个报纸，我随家敲电话呢。我、哦、王老师，我有代志要来甲你坐一下呢。然后我来啊来，我就无代志去做来。哦，啊我去，我就去经建会。我伫迄个植物园门口迄、那个广播大楼上班，啊，所以都刚才行过嘛，才10几分钟尔。我就去找王作荣，就讲啊，老师你啥要做？啊，你都做了好些好些，你哪要死？欸、不是我要死的啊，不是我要死的啊！伊讲，这个人要叫我死啊，
蒋介石有这个人，啊，这个人要叫我死，二号人物就对了。我讲安尼哦，我想要叫你死啊！你看报纸，报纸伊家空起来，讲哦，经合会人某张安那都安那乱七八糟了哈。就是这一段话，这个太子听了不高兴，哦，这段话一听了未欢喜，就叫我都死掉啊！安尼哦，哦，我安尼都不会讲啊，吼。伊若讲为家己要死，迄咱就甲讲哦，你唔通死呢哦。我国家需要你这款的人，啊，你咧死掉无菜嘛？啊，伊讲啊，都这个人要叫我死，太子叫我死，我无死袂使，类似安尼啦。哎，过来七几年五月二十，哦，咱知影蒋介石是担任第五任的总统嘛，当选了嘛，吼、哦。三月选举，五月二十选举了，三月二九伫迄个中山楼。由国民大会代表选总统的时候，蒋介石就当选了，就发表蒋经国要来做内阁，哦，意思，哦，即个蒋经国做内阁了，做内阁，反正是什么代志？做内阁这边的时候，我的台湾春秋要讲的就讲，这边做内阁的时候啊，是因为伊要做内阁，就需要人呢，啊，迄种重用崔来清啊，就是李登辉峨眉上顶，啊，今日初出来看，唔知我。故事简单回顾一下，我第一件要讲的就讲林婉清嘛，吼、哦，林彦生啊，台独赤焰，元气重，英雄赤奖，就讲1970年四月二十时吼，咱的郑志才甲黄文雄啊，台独联盟的迄个少年呢，吼、哦，啊就知影讲哇，蒋介石特别来美国访问啊，1970年四月二十要来经过这个纽约市。New York City， 要去个 Plaza Hotel， 要去个演讲，好，对这机会先要甲你庆杀哦，啊，就两个人，古阿舅哦，就密谈，啊，密谈都无穿呢，啊，迄阵我刚想过单纯，你要穿足简单，你有钱你就秘密进行，伊个要爱穿的时，过去问大陆人民的主脑者遐两三个较大头的，少年的吼，唔知讲唔办过代志，唔知讲即在秘密进行呢，啊嘿，啊人就甲讲啊，去无啥人遐有穿，对，田纳西。叫伊穿假来，啊假来你都啊无啊无时间通练习啊，射箭嘛爱稍微练习者，哦无练习，啊然后就到时的时候，吴文雄就真正穿就甲开落，啊都我看一定有人密告，无遐严密，伊安全护卫无限制，包括美方的便衣人员拢足济，爱是嘛，手里振动的时候，美国迄个便衣人员就甲伊手举悬起来，就提悬起来，啊煞穿开了，砰一下对天花板。啊！砰一声吼，遐警卫随甲迄蒋经国拢围掉咧，吼、哦，甚至小甲二个涂骹安尼，啊，然后黄雄马上去用制止，吼、哦，现在所以拢甲压着涂骹。啊，郑成才吼，一时着慌，伊无想这简单就伊怎啊去要甲救，哪有可能救？啊，叫去安全地方甲拍甲头破血流。啊，这件代志倒来，警卫我倒来就开始查。查一下电视台人际关系，吴文雄人际关系伫美国的情形，各校拢查足清楚，发现讲啊，吴文雄哦，伫 Cornell University 读册的时阵吼，参一个叫李登辉的人大聚会，吼、哦，啊，就开始密集来查这个李登辉的过去，吼、哦，啊，到现在是安怎？发现讲伊哦，既然倒来伫农学会咧上班，那时候就是农副会，吼、哦。农夫会在上班，啊，担任记政，吼、哦，担任记政，啊，然后足久18年拢无升迁，安尼类似安尼，啊，然后经过规将近一党的调查，密切调查了，吼、哦，啊，有真济所在和蒋介石感觉足安慰，就是讲李登辉人足高义，啊，无啥爱甲人交往，迄款的气氛，迄款的政治气氛，第二八事件，台西遐济人。在一礼拜内底，台死156,000人的情形之下，所有台湾人的知识分子，台湾知识分子拢噤若寒蝉，无代志只能卖互相交流啊。所以啊，除了拍高尔夫以外，差不多拢无啥物朋友哦。学术界干那一个朋友叫做梁国树，其他拢无啥朋友，拢是甲同事之间的关系哦。较要好的就是梁国树，啊，然后其他就是拍球的，迄当阵梁国树我拢无咧拍球。啊，我是伫1970年开始替伊做伊个研究助理，
啊，所以一寡内底代志就小可知影一撮安尼。啊，然后即摆当经过七年，经过六年，进入去个即中间啦，就七二年到七八年中间是无啥大代志啦，无啥大。因迄当阵认真咧进行十项建设，认真进行十项建设。到七八年的时啦，蒋介石就开始，因为七五年就蒋介石就死去啊。死去了时，袁家干做先起来做总统，但是伊一个虚位，伊干卡麦来拍，定来去荣兴花拍照安尼尔。后天的时就是做这个动作，伊话无啥动作吼，因为蒋经国差不多是大权在握，伊是个 dictator 就是独裁者。但是中国啊吼，即中国流亡难民吼，敢讲哎独裁者吼足歹听，所以个叫做威权主义，啊实际上是独裁。独裁体制，哦，袁家干就是一个傀儡尔尔，哦，一个咖喱尔尔，啊，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伊就袁家干就无他个选总统啊，就换蒋经国选总统。啊，蒋经国选总统的时候，要找谁？迄当阵的省主席就是，迄当阵有省主席就是贾东敏，我的同乡的吼，阮小时候若要去学校读书，小时候小学。要好好读书，定定经过因兜，定经过因兜。啊，贾龙敏伫阮迄个所在，阮二水迄个所在，大家拢讲，伊是蒋介石的客囝，伊是蒋介石的客兄，啊，对兄弟啊就对啦，伊较大，伊较济岁安尼。哦，啊，实际上蒋介石足够的嘛，伊无找流亡难民来做副总统，伊找一个贾龙敏嘛，哦，这上面替伊安慰。安慰讲啥？伊伫做新主席中间，咱有一个王兴南用邮包炸弹寄回的信哦，伊开开的信炸了伊的左手，所以伊的左手是残废吼，残废，所以是该做一个安慰安尼尔啦吼。啊，回1978年到1984年中间担任伊的副总统。即内底，即几年内底，伫78年到八四年中间发生足侪代志。首先，咱来讲贾龙敏。贾龙敏按照道理应该稍微知影讲，蒋经国是一个独裁者。啊，伊疏忽着，疏忽着啥物？伊伫中部、伫南投县、彰化县这个所在，一直咧培养伊家己的势力。你们讲就是伊势力之一，啊，佫一个姓陈的陈锡英，嘛是伊核心的干部。啊，迄、那个阶段嘛，听传出四大公子，吼、哦。贾龙敏的囝，这句我袂记得名。孙中汉的囝，哦，沈君山，哦，还佫前夫，还佫一个人在想，无讲就讲笑。这四大公子，迄当阵吼，四大公子迄当阵主要想贾龙敏，伊一直想有可能接手做总统。安那，因为1981年、82年的时阵啊，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恶化，健康恶化。所以无形中、无形中，伊就开始勾结一挂吼，这里流亡难民的精英，吼、哦、马继壮，类似马继壮这款的人，吼、哦、甚至王兴拢包括在内。啊，蒋龙敏做副总统以后，伊想可能有一天，迄种蒋经国身体已经无够好，所以有可能一天蒋经国忽然伫任上死亡，伊就接手。所以伊啊做副总统的时阵啊。每年拢伫咱阮的故乡，阮二水乡啊，伫因兜啊，办桌请人客，甲彰化县、甲南投县的精英、优秀的少年的，拢考啊。那像咱安尼，哦，咱开始练兵，考啊。每年拢做食饭，拢嫁人嫁人。啊，定来传闻讲，食拢免请客。哦，啊，乡长，阮的乡长姓陈，拄着我讲，哎、欸，啊，古怪呢，啊，东明先请客，你也无来。我都无听到咧，哦，因为安尼，我吼、哦、明年的时吼，我会甲讲，啊时吼，请你到厝等，啊我送贴仔来，啊你应该来安尼，啊我隔壁是县长诶，逐年拢参加吼县长诶，伊、哦、国民党诶，啊逐年拢参加迄个宴会，啊嘛无甲我讲咧，等到乡长来甲邀请，所以啊，我第二年我就到厝。拍一头，迄过年时我就无出门啊，吼、哦，
二九三十，七二七二，啊，就做事拍一头啊，单贴啊。因为我要知影讲到底是虾米人来滴啊，你就要去观察啦。到底是伊找虾米款的人来参与这活动，这餐具啊呢？哎，第二年嘛无贴啊来，哎，乡里哥对我讲，嗯，啊，那无看到你，我哎，我都无收贴啊。哦，我拢地球拍一条单你的贴啊。啊，你好，我明年一定会哩，跟明年嘛是无，表示啥？表示我是圈外人。啊，我阵就感觉讲，董明先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因为蒋经国一定足清楚啊，恁家在搞什么鬼？哦，恁在搞什么鬼？到八二年时哦，蒋经国健康恢复以外，另外来讲，王生啊，接受因为蒋经国身体恶化嘛，王生啊接受美国的国务院的访问去美国，而且呢，国务院个关心讲，哎，蒋经国身体无介好吼，啊，一旦是发生三长两短。啊！恁有啥拍算？王先生，我拢准备好啊，我不要跌了哈，我拢准备好啊。表示讲吼，因拢安排好啊，这外省的权贵，甲台湾的本土的精英，都嘛不是精英，这本土这半山，拢已经创好势，拢结盟好势。一旦蒋经国死亡，因什么人要创啥嘛创啥，先安排好啊。啊，这代志去，余志中知影。李总是中央常委、常务委员，李总是《中国时报》的老板。啊，当然啦，就表示讲余志中，伊若毋是伊的记者，吼、哦，啊是伊本身去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吼、哦，若毋是伊本身，就是记者的消息改讲，吼、哦，而且呢，伊就去啊，蒋经国讲，嗯，先讲这番话，可能对蒋家的前途。对，伊要传承哦，蒋孝武这个工作可能有阻碍安尼。啊，所以我们在发行讲啥，撤除刘少康办公室，把王生的王兴迄个刘少康办公室撤除，把王兴上去巴拉圭，而且呢，嘛是把李焕怎么样贬值嘛？李焕怎样落台？哎，王兴走去，啊，李焕唔是落台，李焕怎样爬起来做啥？被起来做中山大学，吼、哦，迄种是讲，伊本来是李焕伫迄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啦，唔知啥物代志，嘛是因为伊伫巴结一寡人吼，诶、欸，文教界吼、行政界拢李焕咧考，伊做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时，拢一直考这人，啊，后来唔知啥物案，叫王兴甲参一本啦，怎啊落台嘛？落台了无啥物重职通做，哎，甲1981年哦。但是1981年、80年啊，怎啊去创这个办这个中山大学，叫去办中山大学安尼，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迄个教育系的硕士啊，所以去办这个大学，办中山大学啊，所以啊，王生落来了，李焕就比较上哦，变作也地位就那重要，哦，我们叫以后的发展啊，所以这件代志啊，变作讲蒋经国、啊、快刀斩乱麻。怎个马继壮嘛？对马继壮驻日代表怎个叫回来？哦，叫回来。哦，啊、马继壮从此嘛一直不过任担任什么任的重要职务啊啦。哦，是一个1982年的新真大的变动，真大的变动。啊，当然啦、啊，对这个代志开始，贾同敏无搁再得到蒋介石的迄个重视啊啦。吼、哦，然后伊个盘算。你盘算下面人要变1984年孙总统的副手，所以这中间因为这人，去蒋经国给拔出以后啊，李登辉的地位说一直重要起来，哦，一直重要起来。我伫1982、83的时候，拢伫中央研究院做行开，虽然无啥物代志，真罕哩，哦，无代志拢真罕哩见面。伊迄阵阵1978年。1978年的时候开始做啥？台北市长。台北市长中间，我就想，哎、欸，啊，你不是叫我去读地方财政？啊，的时候那无叫我去台北市政府做工课嘞？等下，1980年的时候、哦，发表伊去做啥？做省主席啊。省主席的时候啊，伊做担任省主席的时候啊，
伊未去以前，我伫教会开始啊，都已经伫财政厅做担任顾问啊。所以吼，即款政治的关系真复杂。我伫遐担任顾问的时阵，徐立德足欣赏我。我只好做一个月工课啊，一礼拜开一届，拢总开有四届的时阵。有一天，我要转来台北，啊，徐立德也要去台中，伊拄我拄拄着伊的公务车伫外口，伊讲哎，你要倒？我讲啊，我要转去台北呢。伊讲啊，我去台中，啊，你坐我的车，啊，怎啊甲载？啊，规路一路路顶就甲讲，我吼。甲你开会两三届吼，甲我讲你是一个行政常才、行政常才。你若做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啊，是埋没人才，哦，埋没人才。伊讲安尼啦，你吼离开中央研究院，来我家财政厅，找一个头路，找一个职务做，啊，我来甲你训练。三年以后啊，你就会当独当一面啦，来做一个，吼、哦，做一个行政首长安尼。啊，我就想，我甲伊无真熟悉呢，才做一个月呢。伊是爱找我去做顾问，伊就伫报纸看到我的文章啊。我迄阵拢咧写地方财政的文章啊，伫报纸看到我的文章，就叫人敲电话去中央研究院，啊，就写一两批来啊，吼、哦，讲要请我去做顾问啊。啊，我当然是写一个签停，和我的主管啊，签去院长遐陪考，吼、哦，啊，就。从啊，伫教会初开始上班，开始伫财政厅做工课啊，伫行政府找一个宿舍给我住，安尼。就条这三个月尔，因为重点就是讲要安那解决迄当阵的财政困难。迄、那个年度的时，财政的迄、那个行政府财政的迄个缺口啊，将近200亿嘛，哦，啊从来毋捌很困难过嘛，啊所以要找一个专家，啊拄我。肖文忠在那里说，地方财政要怎么创，他就叫我去。我就到位就去那个地方，11月的时候，就发表说李廷辉要做行主席了嘛。而且发表什么？发表说，徐立德就要去做财政部长。我那天他就跟我说，差不多我到位第10月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应该来对我做完会。啊！我甲你历练一下，磨练一下，两三冬你就会当独当一面安尼。我上面心里边欢喜咧，有人甲你欣赏。就我想，我甲伊也无认识咧，做一个月尔咧。啊！连我用这个图啊看，我足早就足归头啦。讲这国民党唔是好命啊！入去这个体系做翻过哦，对这款的人哦，凡事后摆你就怎啊，看孤落落，你就一世人就无好康安尼啊，艰苦济我，我精神上我也受折磨。哦、我想国民党拢是俄罗斯在做的，啊，去对这个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会当去做财政厅、财政部长的。那像我也是一个主管，我要一个财政厅长，这个厅长就是我的核心的啦。伊咧管钱啊，我钱要安怎开？特别是这个制度无制度的这个体制，我要安怎去倾钱，要安怎去募钱，这拢吼拢有一套。后摆上轨道的，咱家己咱自治以后，咱得到政权，咱上轨道以后，咱是较无这个裙带关系，伫这个。体制内底足讲究裙带关系，你若不是我的核心重要干部，我绝对无会做掌柜的、哦、所以这个物件就讲，伊安尼甲我讲，我想做厅长这嘛是足重要。对新主席来讲，因为迄种林洋港做新主席，啊新主席来林洋港，我想这台湾人要讨习惯，一定是人家安排好，还是要用什么人重要干部拢改安排，拢蒋经国任命的，啊才叫你新主席去坐迄个位安尼念念嘛。我想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我就想讲，我要去唔去？我犹豫，我无马上答复我讲，讲谢谢，哦，我多谢听到你的哦爱国，哦，你要甲我提拔，甲多谢你的爱国呢。我哦，我阁想看卖，这唔对呢。对外省人来讲，对迄中国人来讲，你高音啊，你来讲，你阁想看卖？长官咧，甲你欣赏，你又阁马上答应才对。上面讲你阁想看卖啦，哦，我想看卖，意思讲。我无法度马上答应啊！吼、哦，第二面过门的时候，我还要少年，我真正36年啊！吼、哦，我要少年，我想我要过来读册，等我去读册回来，吼、哦，读册博士学位回来，我再来给你报道第二遍。差不多是伫伊发布命令讲，伊要去做部长的时候，伊过门讲，顶一遍我甲伊讲，你要来，吼、哦，是不是要来跟随我做代志的时呐？吼、哦，讲我想看嘛，你想哪样啦？想一个月，你想哪样啦？讲报告长官，我都吼、
想要过去美国读册，要进修啦，吼、哦、啊！等我来去进修了，等来啊，才来给你报道安尼。啊，都无去做官嘛，吼、哦，吼、哦！啊，迄个月内底，我就一直等我，哎、欸，你电话到位的时阵会安怎？我已经伫介绍了两个月呢。你电话来做新书小心，究竟我要去甲见面无？啊，伊会找我无？哦，你另外一看，下一个年度预算编出来，欠200多亿啦。哦，欠200多亿，伊嘛不是找我，伊找黄大州做伊秘书长。哦，黄大州来找我。哈、哦，啊你哦，听讲你来伫遮两个月呢？我是啊是啊。哎，财政遮困难，你个专家你嘛写一个，伊要安怎解决财政困难呢？诶，这个意见好难。我怎啊写洋洋洒洒写四五页，作些政策出来。结果啊，你认为看到唔知道我写啊？当伊吼每一个听厝拢去视察的时阵啊，去财政厅听简报，再听一个简报，哇！一年多财政比去年较困难。哦，啊，这个应该找专家来帮忙啊。哦，啊，那个财政厅长叫李厚高。哦，这嘛是李厚高是迄个税务单位出来，所有的税务单位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拢是叫别啊，拢是情报系统来担任的。哦，一看你的人，了解你的人的，这里有诶无各项资料，了解你的财务状况。所以李浩本身就是情报的，哦，啊，然后伊接手，哎、啊，本来李登辉并不会用李浩高做财政厅长，是要用梁国树做财政厅长。啊，所以吃不好些，最后当然是爱蒋经国出面嘛。啊，李登辉绝对袂使坚持讲伊要梁国树，对啊。我相信李登辉应该知道这点。啊，所以啊，最后是徐立德极力推荐李厚高，啊，所以李厚高就出来做财政厅长。李厚高做财政厅长的时候，伊明明知讲徐立德对我足好。我要离开，我伫十二月底要离开的时候，佫叫我去，去个听处厅长办公室讲，感谢你伫这个所在做真大个贡献。吼、哦，将来你若是感觉讲，我这个所在有啥物职务，你适合伫这留落来，吼、哦，你甲我讲，我会甲你担任。我交你心肝来，这是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内底已经有人讲要甲安排职务啊，对，徐立德的伊个核心干部，一直甲李浩高讲。这个蔡教授哈，徐立德非常欣赏，哦，他不想跟着徐立德去，我们这边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帮忙，能够留他下来是最好的，哦，迄就是即摆玉山银行的董事长，哎，玉山金控董事长黄永仁，哦，伊该讲，我这个职务可以一截两个职务，我两个职务，我一个职务可以让他来承担，来负责，就是地方金融的迄、那个基层金融的迄、那个。基金会迄个所在，叫我去做，去做主任。后来是变成基层金融研究所，叫我去做所长。哦，啊，李厚高伊一看讲，啊，这个人都李登辉学生啊，资料显示吼，哎、哦，论、欸、文是迄个李登辉指导的，这怎么可以？啊，李登辉伊就突然啦，哦，李登辉就无要甲重视啊，要重用这个梁国树，啊，当然是政敌嘛，啊，当然伊就无要用，无要甲用，无要甲重用，伊就讲，哎、欸，你若讲我将来。我只要有啥职务你适合的，你跟我讲，我来给你安排。这种空位啊，所以吼、哦，流亡难民的这人哦，想要讲空话，我真清楚啊。啊，我当然我就离开啊咧，吼、哦，离开之前，我有去跟迄个黄大叔讲，哎、欸，啊，我当时要走，我吼、哦、想要跟李显见面，伊讲，哎、欸，这年匆忙无多呢。我不要走了，不要走，我就走啊！哦，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一个月啊，过年前左右。哦，平平叫电话一直卡来啦，黄大州一直卡电话来啦，卡去中央研究院，我已经过见啦。对早上，对下早九点一直卡卡卡卡卡卡，下晡四七八点要你卡。我才九点进来，进来办公室。办公室那个值班的人甲讲，哎、欸。行政会的卡电话来，你到底什么代志啊？我安尼啊，我到底什么代？我想卡来，黄大洲嘞，我安尼我卡，我就黄大洲卡电话。另外，我讲学长，到底什么代？你一直卡电话出啊？哟，
啊，那个老师，我要跟你讲话。我说，我等进高电话变怎？我开门看麦，哎，就去问你电话。那这样子啦，找些时间，哦，找些时间，到那个官邸见面。哦，在徐州路，迄阵徐州路要是也官邸，要不要搬走？我、哦、就下礼拜找些时间去官邸见面。这中间发生什么代？就是迄天，伊爬高点的时候，哦，还是前一天，伊去财政厅听简报，知影讲财政足困难的。李厚高阿公，伊甲讲，伊甲李厚高讲，哎、欸，啊，财政遮困难，咱就请专家来帮忙。哦，因为我有一个中研院的迄个蔡先生啊，蔡某某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三个月啊，从九月到十二月啊，三四个月、啊、都是帮忙我们拟定一些方案、解决方案啊嘞。你等于讲，啊，这个外星伊就不便恭维，啊，那就这样子，我想办法，跟他请教请教啊，类似啊呢，啊，就打电话找我，哎、欸，各位你想看嘛，我讲这大家听出他们端倪无？我要离开之前，我已经有一个条存，有三页五页资料付黄大叔。那黄大叔提付你电话的时阵，可能我的名已经录掉呀，给他资料可能是打字的。不是我的名字了，安尼啦吼，不管安啦。黄老师马家讲好听话，我要走的时候，我爱走啊，因为啊，我拢足先说你来这个所在已经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吼，看会当卖走无？吼啊，老多只个李老师斗三工，我嘛知啊，我就想我真正要做代志，要官僚做代志，我嘛是要对李定辉，我嘛想对伊吼，可能会当有足济物件，嘿，啊过来都。下礼拜要去见面了，结果就讲约好时间，讲下礼拜要见面，我就去。起身就去官邸的时啦，坐落来，啊，就因太太捧茶来啊，我坐一边，坐一边，普通伊拢坐右边，我坐左边的。啊，我讲啊，老师找我来有啥代志？哎，财政也足困难的，啊，你吼看会当来个斗三工无？我可以啊。老师，你也跟我讲，需要我斗三工吼，你会当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讲，一个就是讲，我长期来追随你；，另外一个讲，你去中央研究院借条，安尼，哎，就想，安尼看起来吼，你也是吼，做中央研究院卖叮当，吼，做些做研究足重要，因为咱将来要改革，一定要正式上爱做足济研究，啊，你伫中央研究院足方便，资源丰富，卖叮当，啊来。办照条，啊，即话照条是，我哩甲伊照一档两档，可以无？吼、哦，可以嘛？我安尼，伊就安尼讲，我应该无问题，一档，吼、哦，未完结。啊，若要到一档，咱则阁再照条，阁办手续，安尼两档都好，吼、哦，都安尼讲嘞。啊，我连我讲，讲吼，但我吼、哦，三月先哦，啊去日本甲韩国考察，拢预定的行程就是三月去日本哦。三月四月去日本跟韩国考察，用考察什么？我考察地方灾情，哦，啊，回来的时候，再来跟老师报道完呢。这中间啊，哦，刘国秋做第一银行的董事长，啊，李定辉若去台北，伊的办公室就设在第一银行董事长边啊，啊，所以啊，李显跟刘显，梁老师跟李老师。因两个就接接见面，啊，接在见面中间啦，李国秋甲我讲讲，伊一再甲李定辉讲，一定爱请蔡志远伫你的身躯边。我所了解蔡志远是足优秀的，做代志吼四平八稳，吼拢想真长，唔是讲凊彩做做安尼尔。吼，因为我做过伊的工厂的总经理，迄阵我才二五岁尔，吼啊，我代志做啊足水亏，就是讲真实在真踏实啊。所以林国秋有感想到，甲我讲应该叫李定辉甲放落伊个身躯边做代志，当做足好安尼。吼、哦，而且我吼涉猎较阔，林国秋嘛知影，你言谈中间所讲个代志，我对政治个问题吼、哦、观察，我有一套安尼。啊，林国秋后来甲我讲，伫六七个月前甲我讲，我来甲讲过那遍咧。吼、哦，哎、啊，大概拢点，有一遍，吼、哦。最后一遍，哦，最近一遍的时候，伊讲要讲话的时候，都有人来甲叫，啊，怎啊话怎啊停呢？啊，就怎啊无讲了安尼。
我无要紧，无要紧。哦，我有去也好，无去也好，反正我有足好的工课通做。就是啥呢？我伫日本倒来，哦，日本倒来，我就想，哎、欸，应该啥？照条的迄个公文应该送到研究院嘛？哎，查起来果拢无咧。啊，无的时，我就去问李博士讲，哎、欸，啊，李老师唔是要叫我去照条我去省政府做工课？啊，李老师讲啥呢？李博士讲。我是希望你会当长期对伫伊个身边，吼、哦，你才有法度，吼、哦，真忠心对伊个工作做会好。别人我无法度信任，吼、哦，所以我一直讲爱伊吼，带你伫身边，甲你历练，吼、哦，啊，互你会当发挥你最大的功能。因为信任甲忠心是足重要，你着忠心耿耿对伊个代志个创好，然后伊会甲你信任，啊，这中间这关系是足重要。哦、所以刘国秋的考虑较深就对了。刘国秋是一个足深思的学者，思想也足了解。吼、哦，然后因为亲目看到二八事件，所以伊对政治的敏感度嘛足好安尼。既然伊安尼讲，我讲我梁老师讲，嗯，可能我唔能去啊咧。我去日本回来的时阵哦，伤过无闲，伤过拍拼，然后我伫中央研究院。工作工课迄中间啊，迄、那个阶段啊，我的办公室，我的主管爱啉酒，早时啊八点半来就开始啉酒，食薰啉酒，爱空调中央空调。你即间内你食薰啉酒的时候，迄薰味甲酒味就拢弥漫各地，吼、哦，弥漫各研究室。啊，我伫迄所在两当了，我一直感觉讲身体不舒服，啊不舒服，我拢去公保医院哦，公保医院。提西药加加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台大医院一个年轻的医生，才三四十岁，看了我资料讲，谁哪个王八蛋给你开这药开半年了？这款药搁加落去，你就死去啊啦！伊讲这药是足伤肾脏的，你的油脂已经受到伤害，连续加半年，这是不应该的。用你唔能够看西医啊啦，西医说你无法度解决你这个毛病，赶紧去看中药，看中医吃中药，是安尼啦。我已经开始破病了。面色已经变歹啊，变小黄黄啊咧。啊，怎啊？有一天，阮小舅妈，甲阮小舅到做伙，阮小舅讲啊，你面哪变啊咧？你气色真歹，爱好顾身体。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食药啊。前后前后啊，无偌久，迄阵三十六岁。三七岁就开始吃药，吃到44岁，人才恢复健康。有耐心吃汗药呢，前前后后都吃差不多七冬。我若无吃汗药，死去啊！我为了要吃汗药，我嘛怎去医生小会有中医有针灸啊研究草药啊汗药对咱的这个养生吼。甲顾照顾这个毛病的重要性。啊，我知我就无死啊，死啊死去，我就伫美国倒来。哦，我伫1984年的时候，1984年的春天，哦，我的身体就坏，身体就坏的时候，吴大友差不多叫扎春的时候，吴大友看了我，第一面头前咳血。痰内底有一撮红血，惊一跳，有你什么毛病？我报院长，我的肺微血管，我是肺微血管膨胀症，哦，一旦空气污染，我就咳血出来，啊，因为南港不是养病的地方，你两个找机会去美国看医生，啊，这个所在哦，乌烟瘴气，南港是黑箱之称啊。我们报告院长，我要如果要去美国后没有奖金，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用来我帮你找，你这个资料都给我，我跟国科会要一笔钱，哦，啊，名为养，名为进修，实为养病。我就怎啊？怎啊？在迄个八月，哦，国科会给我12个月，一年的这个奖学金、奖助金的，就讲，有这进修的奖金呐、啊，奖助金呐、啊，哈、哦。补助金就对了，8400块美金，啊去申请学校，迄学校佫予我
学费，就是 tuition ship 哦，免学费奖学金。哦，什么？炸十斤的迄个中油去美国，食了，阮太太佫啊寄十斤，一届寄十斤，一届寄十斤，伫美国五冬，完全无看到科学，才转来。大家若看我迄本册，我有一篇《养病经验谈》，就知影讲身体爱顾好。啊，我足幸运的，就是讲拄到吴大友，虽然伊是一个流亡难民之一，吼、哦，但是咱应该感谢嘛，感谢。啊，我当然我嘛足幸运的，我拄到一个真好的老医生，伊是八十五岁生过身呢。迄阵我有看病时，伊超六七十岁，伊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伊甲我讲，讲吼，恁拢唔知恁台湾人足刁滴足戆的啦，恁台湾人有够戆有够刁滴的啦。哦，阮中国流亡难民的这个所在，伊讲阮外省人啊，因阮外省人哦，我拢足知影讲吼，这是一个乌都帝国的所在啦。哦，恁台湾人拢唔知拢戆戆啦，因电影圈的代志伊拢唔知。伊甲我讲，用我本身哦，做军人做到中校的时候，我感觉我。无可能阁升迁，我若要升迁，倒爱啥？加入帮派，我敢那唔呢？退休来做啥？你做豆浆、做馒头那边，阿英太太包水饺伫市场那边，迄阵无啥物退休制度啊。因为吼，我的后生，吼，我嘛叫伊较早落来退伍，做个上校可以了，不要再干下去，干下去你就要请参加那个帮派了。当然，我嘛就是起义。我伫读研究所的时候，拄到一个山西霍县的一个国防部情报局的，哦，伊较晚来台湾的时候，去用故宫，伊是共产党甲掠起来关，掠起来拍，伊不屈服啊，无屈服关起来先啦，再下批有迄个国防部部长、副部长、部长蒋经国，甲上书诉苦讲，我辗转对中国的上核心、上北部一直。走到逃亡安尼吼，走到这个海边，啊，才走转来台湾。结果国防部情报局因为斗争的关系嘛，吼、哦，伊是迄个进行代理副所，咱讲有一个王仁凤，啊，另外代理副所，伊的副所迄、那个因山西霍县的副所迄、那个，吼、哦，我一时袂记哩名，迄阵我熟识时八十几岁啊，伊甲工作者国防部情报局内幕。伊骂国民党骂呢，骂甲足歹听。伊讲吼，国民党吼，人讲共产党的残忍呐、啊。我伫共产党遐捡，共产党掠伊，嘛未甲你拍到这个程度，嘛未甲你关到迄个程度。因为我当下到这个所在来归队的时阵啊，按照道理我会当继续国防部情报的薪水，不但无了薪水，而且佫甲拍到呢，关到呢。啊，我出来时无头路，只有摆地摊，吼、哦，只有能够摆地摊。啊，摆书摊，你租车给人，啊，靠微薄的收入来咧过日子，伊骂到足歹听，因就足了解讲，迄内底国民党的黑幕重重，斗争个足严重诶，就是派黑嘛，就是迄个乔家彩，我讲台湾因霍县的迄个迄种代理的副所叫做乔家彩，因乔家彩叫斗争，爱拢属乔家彩，哦，啊，所以迄个叫做。就是我未记这个名吼，伊写一本书叫做《天民御天禄》，《天民御天禄》。这個、老先生啊，伊足照顾我，叫我去甲伊住做伙，提供我啥食较大。啊，我无较无闲嘛吼，前面我迄阵都爱读册，啊前面吼，佮家教啊拍球啊拢足忝。即个吼，暗时啊，我若看我倒来辛苦洗洗，我都无时间通，忝都无法度洗衫。天光伊就甲洗好啊，甲晾好了。咱像家己老爸安尼，啊无钱，伊家己无钱就提钱出来，哎、欸，即回你去食饭。啊，伊用开眼眼的时，伊就带我去啦，蹲店，去蹲店拢去找朋友去啊借钱。我、哦、迄、欸、借钱有行啊无？无啊，这都有行。这哦，当铺本身就是不义之财，初谈的一种不义之财。啊，我们这些国防部情报局的人啊，都给他一个当铺做。啊，我们过去啊，杀人放火都不眨眼。哦，拢犯足济罪，道德犯欠缺，啊，当铺过咧，家己剥削下顿物件的人，所以这是不义之财，拿来用在培养你们这些年轻人，这是值得的，所以我根本不会还。哎呀妈，怎样？
因为知这人袂行，但伊几百几百起来提，伊嘛是照提，情义上嘛。所以全台湾古早当铺拢是情资市场的人在做，你唔要遐简单呢？那台湾人戆戆想足简单呢？啊，台湾人哪会当去开当铺的，嘛拢甲因挂钩的啦。哦，讲到这为止，谢谢。请起立。今日休困十分钟。